爆炸彤彤 ，man 爆胡阿妈，王菲何嘉玲霆锋甩底啊！哇，咩事啊？四季酒店咁多记者，差啲踩到我啦！喂，你睇王菲啊！咦，点解唔见霆锋嘅？咦，拖住王菲嘅系咪窦靖童咧？剪咗个爆炸头，差啲认唔到佢系彤彤。点解越嚟越 man 嘅？佢好锡妈咪噶，见到一班记者就变身系保镖啦。今次嚟讲，王菲出席《老友记》刘嘉玲49岁嘅生日派对，我有睇报纸啊。佢话一落机，佢就去咗霆锋宝云道屋企短聚4粒钟，仲留咗3日添啊！星期一又同霆锋前后脚翻北京，真系好鬼死痴缠嘅啫。九月就爆世纪复合，柏芝就即刻怼红酒示威。等我睇下柏芝嘅绝密 Instagram 有冇 update 先。有啊有啊。柏芝两个仔不知玩得几咁开心，仲引咗圣经里面段文讲，话似乎真系放低咗阿曼啊。